地精吗？白痴哦，不是啦，就那衡山小雨那个。什么雨？韩国雨哦。你才韩国，你全家都韩国雨。我是说在中子雨啦。哦，你才不像，哎，你根本不像雨吧？哦，那不然让木吉来表演和像雨吧。让我欢迎木吉带来的像雨。Thank you.
喂。小地精吧，才不是什么仙女嘞！不要吵了，我是仙女下凡路过你们人间吧？啊，路过我们人间，啊，不就要给一点过路费？偷偷来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不要计较，啊，不然这一些糖果放给你们了。偷偷来，又不缴费，哎，这怎么有点熟悉？我想一下，啊，红人杯，啊，没有，没有啦，那我们欢迎下一组表演，不期待的路过人间，喂。大家好，我
每个脱乳的男生都会变成什么吗？变什么？变少女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恋爱的男子每一个都是少女。那我们欢迎下一组人，热音带来的不再是少女。哎，又是我。刷时间，刷时间。哎，好，我先讲一个，有一天没有，现在没有谁有选择。好，你知道有一天有一只小孩抱他觉得冷，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冷爆了。
Thank you.